我们来自各行各业，是跟你一样的一群人。我们的职业不同，兴趣不同，但我们有个共同的目标，我们想改变台湾。我们成长生活在这里，我们爱这片土地，也深爱土地上的人情味。不只是热情的街头生命力，我们更是喜欢每个人心中的坚持与坚韧，对于生活的态度与热情。但随着我们越深刻地看着这片土地，就看到越来越多等待被解决的问题，正在吞噬着这片土地，压迫着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。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习惯了每天被房租、房贷追着跑？买房子应该是要组织一个幸福的家庭，不该拿生活品质当代价，不该被不合理的房价压垮。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甘愿承受职场上的不公，甩在脸上的每一句谩骂都默默的承受？工作不该牺牲尊严与生活？看着劳工朋友跟他们解释对不起。我们是跟你一样的一群人，我们跟你一样想改变台湾，我们想用改革改变我们眼中看到的不公不义，让每个人敢做梦敢追梦。虽然过程很苦很痛，但我们坚持要做，因为这一代人的付出才能换得下一代人的幸福。我们的人数不多，但因为这样让我们更为坚定。每一个一起努力的伙伴都认真对待心中这份价值，我们会继续坚定地走在路上，丝毫不感到委屈。我们守护着理念，坚持到底。我们用政策，用愿景，让更多人与我们同行。在去年，我们用最少的选举经费，背着三明治看板，在路口说出我们的理念，随着垃圾车一票一票拜托，我们进行了一场有别于金权选举的政治改革，也让我们看见了翻转台湾政治利益结构的契机。现在，我们需要你的支持，共同坚持改革的理想。